原来是个婆婆不喜欢、老公也不喜欢的挂名少夫人，歧视夫君。你还真是到哪儿都不消停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会杨医之术？你不信啊？我要去千金堂学医。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不知这相思之情，与中毒是否有所相似？对他欲拒还迎，对我却处处避让，你在羞辱我吗？女子行医，于理不容。女子为什么不能考取行医能力？你非去不可。非去不可。何成，你真的是骗我！